Mada unku musahe ni ka babeo ka kipo no kalihapuyan, isa ra ko hal ang ko sa amsumashoka dinal o ka moto ka pakwa isanen taho ke no ka tong po hi khet chan dan manabi hai ni sa wat ni ka pakwa isanen isa la siama ang paway ka imararam, am ang am nak ino hindi ko am rompaka babeo hindi ko ka kipo kaida mailat o dela kita

噶嘛，多米一斗个 gas p e n 我到多米热工商。海山呢那个台铁，海尼个山噶个爸爸妈妈给给拿拉汉，给拜拉德奥。的一撒多米那格拉，曼那贝伊尼台铁住工商。拜拉德奥那汉噶比那打沃，一撒打滴古罗伊拉海尼巴贝尔噶给布。所以怎么会说你完全还没有服务都还没有到位，你就要你就要涨价？这样子对花东来说，你觉得我们情何以堪？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不改善服务只求涨价，但是也应该让票价拿出来公开。我们都还没有让你要补贴华东，<對>因为这铁路为主、公路为辅，都还没有要求交通部来补贴华东。我们来，我们来把这样的事情大家公开来做讨论嘛。那同时也改善服务，要不然如果要等到服务说让每个人都满意才能够来提票价的话。 恐怕这就是我们二十多年来一直等候的原那对于我们华东的部分，请先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再来说，再来说，你要涨价。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在票务系统上面一定在明年春节以前会做定位部分的相当改善。

伊沙土米那格拉曼那边，伊 <noise> 交通部不跟不上，不甚伊在河南尼伊有三个伊尼亚拉哇盖在塞格巴伊那博安巴斯本格吉纳哈盖巴西阿尤恩。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订不到车票，其实是很多人经常面对的一个痛苦。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不得已一定要回家的华东居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这个对于华东居民来讲，这是一个回家的权利问题。呃，不单是说不应该有那种双重处罚，而且确实他实况上面来讲，订票有时候会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心情上的不愉快。我想这些事情我们又应该来做，先做沟通，同时照那个提案我们来落实。

Rai kabuholo holo hati syuk umeh, ini am syumah syuk tinal umah Hini ku am kumita ka hahila Am rumpah hini ka bebeo ka Ni ukaya tau pinatolotor